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立农。今天我们要来录制一首歌曲，叫做《我愿全速奔向你》。这首歌主要传递的就是青年追求幸福生活的精神，贡献青春力量。我们加油 ，Let's go！ 你说有一些开闭口音不适合发高音的，对那我觉得可能注意在每个人三个字。好，后面就比较低嘛，我们再试一下。有了，就它了。好。再来一个哈，我们后面哦，还有，它是往下的。都，对对对，好 ，OK。每个人都了不起，未来更可期。该卡在哪里？我们试试看好了，好，高的，没问题。用心去寻觅。Yeah。谁在等着你？对，哦，谁在等着你？肯定一点，对不对？谁在等着你 ？OK， 好，我知道，如果你要这样唱的话，应该是不停息，可能要用假音，或是停息两个字用假音。筑梦不停息。对，不然你后面上不去。我试看看好。筑梦不停息，我愿全速奔向你，初心总如一，每个人都了不起。好，可以干闷干闷哦。耶，没听到。耶，没听到。收入画卷，刘大帝吗？我们直接唱一遍，然后乘以三就好了。